停下来，深呼吸，察觉你在神的同在里，神从一天的开始就在每一个细节中与你同在。圣灵光照，擦亮你的心眼，好叫你可以看见神要你看见的。你每一天里的每一刻都是神的礼物，为所有的礼物感恩，包括最微小的事。一片蓝天，耳机传来的音乐，一个陌生人的微笑，带领你进入你生命的丰盛。
回想你这一天，你和谁在一起？你到了哪些地方？你做了哪些事？不论他们如何稀疏平常，回想你看到的、听到的、闻到的、谈话、念头和你经历的感受，哪些让你兴奋？哪些让你气馁？把你的注意力放到这些时刻，并且交给神。当你回顾这一天，诚实地回想那些你觉得与神脱节的时刻，你所说的话，没抓住的机会，你但愿你做不了一样的动作，有什么你需要饶恕？你需要和什么人和好的？
检视你的缺失，并且让神来修复他们。在结束这一天时，展望明天。你期待什么？顾虑什么？求神帮助你，在未来开你的眼，开你的耳，开你的心，来看见神正在那里动工。请记住，神明天也必临在所有大大小小的事情上，朝着你生命的丰盛引导你。
嗯。